即我之前咁啱去我阿妈间房，咁我抄到。哇！你越抄越恐怖啊！除非你覺得打飛機嘅情況好嚴重，餐餐你晚餐都係食矮瓜、食青瓜、食節瓜，咁你就要小心啲。Hello。今天首先咧有條尷尬啲嘅問題問下大家啦，大家細個有冇撞破過老豆老母玻璃啊？我有喎，我有喎，我試過因為星期六日咧，爹哋媽咪咧唔知點解朝頭早咧會鎖門嘅，咁小朋友起身第一件事咧就唔知點解一定要揾爹哋媽咪噶嘛，咁你鎖咗道門咧就會喺出邊上演個慘劇咁樣，媽咪爹哋做乜嘢我都要入嚟啊媽咪！點知原來喺入邊誒聽緊大戲啫，可能喺裏邊做啲神操啫，唔係有冇個怪聲傳出嚟先？冇㗎，冇怪聲，聲音，我會聽到啲床咦近啦，唔係我都試過，但係我唔知佢係咪。邊搏嘢？即係我老豆出咗嚟冚咗我一把。即係閂住道門。應該一定係啦。我唔知。你阻人搏嘢，燒親呢一班仔嘅。你真係跑走咗啦。咁呢個問題咁問題啊？嗱，大家都見到一傾到關於老豆老母性愛呢方面都會有啲尷尬啊。唔尷尬啊。但係今日嘅事主啊。他就想着劝他老母去找 SP 啊。点解即是找人老母好打电话 Tommy 你好啊 Hello 喂听说你想找人你老母啊是啊我想他可以出去找个 SP 哇咁开放的即我讲一点背景先啦我老豆和我老母呢他们关系一直都不好的他們都分居了幾年了分居原因就 是我老爸出去玩女人之前試過玩到上家裡哇即老母在這裡他帶了上家可以這樣說即是媽媽在這裡帶個女人上來就是即是目中無人的那我媽媽都只可以忍氣吞聲她一直都不開心的咁想知點解？點解要反而要懲罰翻你阿媽咧？即係揾咗 S P 咧，唔係懲罰，即係點解要揾 S P 啫？個事情就係、是，即係我之前咁啱去我阿媽間房，咁我抄到有盒 sex toys 咯，跟住同埋一啲咩女性向嘅 A V 咯，係有一碌係假，跟住有一碌係嗰啲震波嗰啲咯，震波嘅。哇，其實都幾難接受喎，真係。我見到間好 shock 咯，即係我冇諗到阿媽要。即是如果你有女朋友你知不知道都去玩性玩具啊我觉得一起玩 OK 但如果他自己玩我不是那么有问题吗因为 我要分清你梗是接受不到你阿妈玩性玩具定接受不到你阿妈打飞机。自己玩。你阿妈玩性玩具。那玩具和飞机一样。即是打即是打。哦 ,OK。我是太執着了。即是玩手指。玩手指但接受不到玩玩具。是不是要讲到这样啊男女会错晒。所以我就说你是接受不到你阿妈玩性玩具定接受不到你阿妈有性需要先。我接受不到她要玩性玩具咯，即系要变到自己玩。她不中意她阿妈自己玩，佢中意佢阿妈同人玩。咪几岁啊佢？佢就嚟五十啦，就嚟五十有性嘅需要都合理啊。但我觉得佢系因为怕我同我细佬知道，可能佢出去揾我咧，惊影响我哋或者惊我哋唔开心，所以冇出去咯。Oh、即系其实佢系唔想佢阿妈因为佢哋嘅关系而咁孤单。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一下问题，你觉得你妈妈其实佢想唔想揾个新嘅终身伴侣咧？我之前有即系错过佢啊，但系我见佢唔似话太想有住咯。你妈妈系咪一个保守嘅人？系啊，佢系比较传统啲嘅女人嚟嘅。即系喺屋企都唔会，即系性呢样嘢都唔会点样讲。系啦。咁阿媽又好難同個仔，因為始終男女有別，男女有別，仲要老母同個仔講。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點解你覺得一個人嘅開心一定要同性有關？因為我自己係咁樣咯。哦，即係我覺得可能一對情侶就要搏嘢咁樣，咁一個人冇嘢做就係打飛機。佢太後生啦，你覺得？我血氣方剛十八歲，我覺得你都應該幾靚仔啊，因為我搏嘢實有人嚟噶啦。但係你擺一個五十歲嘅女人嗰度，佢有好多顧慮噶嘛。有道德包袱咯。係啊，有道德包袱，有顧慮，又唔想煩咧，可能。現實嘅層面係，你阿媽呢個年紀未必咁易揾到一個老都係啊，去同佢玩咯，又或者好難揾到一個佢再願意去相信嘅人，因為始終佢上一個婚姻就係失敗。
咦，咁如果係咁，你會唔會唔好直接同佢講媽咪，你揾個 SP， 我幫你，你同佢講咧可以揾下男朋友。係啦，所以其實唔係揾你阿媽，唔係嗰個性嘅問題咯，可能其實可能你阿媽真心係要有個人愛佢。其實你阿媽真係唔需要 SP 我哋唔係佢唔係佢將佢自己嗰個價值觀套咗落佢阿媽度，即係佢話如果我冇嘅話，我就真係好痕嘅。咁但係你會諗下，我媽會唔會都好痕咧？佢咁痕好慘啊！孝心嚟嘅，孝心嚟嘅，孝將心比己。即係我想揾翻嗰份開心咯。即係如果佢需要。女仔是注重情感上的嘛，如果你想她開心，你找人錫她，那外面找不到人，其實你可以做那個位置，即是你是她兒子來的，不是，不是，即是你是她兒子來的嘛，是啊，你可以帶她去多些地方玩，即是跟她去旅行，不是啊，即是多些回家一起煮飯仔給她吃，那她feel到warm，開心，愛，即是愛的感覺不一定是，即是愛情，是啊，是啊，是啊，而且你是永遠不會背叛她那個嘛，那她的安全感一定夠的嘛，即是你強行就算他找到外面一個男人有第二春，你不擔保會不會又騙他的。你媽媽可能真正要的 SP 不是 sex partner， 是新 partner。New 的 partner？ 新 SON。新 SON 的兒子啊。新 partner。新 partner。真的啊。如果你想你媽媽開心，你多一點陪下她吧。 OK 所以我覺得 Tommy 你不用擔心媽媽的性生活那方面，因為即性很重要，但也還有其他東西嘛，還有科技越來越發達，咁點啊？可以點啊？即係啲玩具越嚟好玩，越嚟越新穎，各方面就唔使太替佢擔心，反而你自己同佢嘅時間。係啦，俾啲空間佢啦，佢唔好摷佢啲嘢啦。唔好你咁摷啊！你咪就係摷咗，你越摷越恐怖可能。係咯，摷到成間屋都濕曬。潮濕啊！唔係，但係佢出於好心嘅，呢個孝心嚟嘅。除非你覺得打飛機嘅情況好嚴重，一日幾廿次咁。即係餐餐餐餐，你晚餐都係食矮瓜啊，食青瓜啊，食節瓜，全球瓜，你就要小心啲。如果唔係，我覺得其實 OK 㗎，係啊。OK， 明白。好啦，好啦，係好啦，孝順仔。好啦 ，OK， 好啦，拜拜，拜拜。其實頭先個 case 幾有趣，即係我哋成日以為我哋阿爸阿媽會好尷尬咁去了解我哋嘅一班性嘅嘢啦。其實頭先阿 Tommy 都係啦，當佢老母有性嘅嘢，其實佢都好尷尬。所以其實係本身即係始終喺香港嗰個性都一個禁忌，所以都兩方面都好尷尬。即係可能我屋企情況比較 open 啲，即係會講聖經，譬如講我點樣認識咗個男仔啊，佢點點點啊，咁我媽我又點點點誒識咗喎，咁之後咧就話佢哇咁勁嘅咁樣嗰啲唔係我係想知道你哋講咗啲乜嘢，佢會話咩咁勁啊？唔係就係話落 club 玩之後唔知識咗啲朋友仔，即係唔係嗰啲啦。咁之後就可能唔知佢哋有啲乜嘢嘅下場啦。咁之後係咁啊就講起咯。你又講咗你阿媽唔係出軌，你阿媽同你阿爸分開咗嘅。分開咗係啊，所以佢係有自由去擁有呢個戀愛自由嘅。總之佢哋做嘅嘢就好勁啦。好啦。咁對你有咩影響呢？我冇影響㗎，我會覺得你中意咪得咯，即係我覺得唔需要 shame on 呢樣嘢。點解你會覺得因為佢係我老豆老母，或者佢係我個仔或者女，就特登唔去掂呢個話題呢？即係可能你當下會幻想，哇！我老母俾人咁樣啊，我老豆咁樣，但係其實你諗翻層。你自己將來都係咁樣俾你個女幻想，你會唔會想你個女或者你個仔覺得啊我媽咪好核突啊，核乜嘢突啫？你都要俾人插噶啦，係咪先？你都要出世嘅嘛，你都要出世先咁做噶。乜嘢事啫？所以冇啊！我覺得隨住個社會越嚟越進步，可能我哋變咗落數，我哋都會好坦誠咁同啲仔女分享啲性趣啊嗰啲。喺呢個點？我哋慢慢等，我哋個社會會進步嘅。OK。飲杯。係進步。感谢所有 MK 仔女的支持，100毛 W 创作社联合主办大型陀地舞台剧《大 MK 啊》，一年38场，全部火速爆满。6月18日起，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林日曦、白子、杨伟伦、东方盛，七到喊，喊到笑，笑到 MK 消失了。